馆外大排队，长长人龙几乎要包围天文馆。为了看日食，人潮一路排到后面公园。一看到人就赶快冲过来排队了，竟然用冲的还冲五分钟，因为人太多，光走过来就走不知道多久了吧。你要看，人很多，已经不奢望走进去了，就在这边看就可以。连找到这一排的尾端都很困难，热到快中暑。为了领观测扇，要排超过40分钟。台北天文馆挤爆了，人手一只扇子对准太阳，还有人看得太着迷，连过马路还在盯着太阳看。日环食观测主战场嘉义，马路快变停车场，大塞车就为了看看难得的日环食景象。嘉义只有过年的时候会塞车，今天是要看日环食。哇，活动，哎，今天活动，刚好叫我过来摆啦，大西八条，差不多啦。流动摊贩卡好位，卖香肠，卖饮料。云林北港桥上也挤满人，抢赌日环食。不想人挤人，也有创意版日食秀，用等195年，屋顶水塔每天都能看得天文奇景，全台风日环食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